作为人类中的一员，作为敬虔基督徒中的一员，我们都有责任，有义务，为完成神的托付而献上我们的身心，因为我们的全人都是从神而来，都是因神的主宰而有的。Thank you.
这大地群魔凶残疾，神仙先作工，遭追不定罪，见证神仙仙反遭来祸患，刀枪棍棒具被赶出家门，眼中噙泪花，悲痛心欲碎，释迦路艰难，声泪伴血迹，到处是偶像，恶仆坑害人，名义伤心神，跟随家牧人。你肩负的重任，你的托付，你的责任，你都知道吗？你的历史使命感何在？等着你去牧养的人该有多少？你的任务是否很重？他们贫穷、可怜、瞎眼、不知所措，落在黑暗之中哀嚎，路在何方？多么渴慕光明，犹如流星一样突然降下来，驱散着将人压抑了多少年的黑暗势力。苦苦巴望，日思夜想，有谁尽都知晓？你不愿因爱神而努力地将这些幸存者都拯救回来吗？以自己所有的力量来环抱那爱人如爱自己骨肉的神吗？作为人类中的一员，作为敬虔基督徒中的一员，我们都有责任有义务，为完成神的托付而献上我们的身心，献上我们的身心，因为我们的全人都是从神而来，都是因神的主宰而有的。